西方厥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42页，请看第54段，求子之法。有求子女的方法。那么佛教它的终极关怀是了生脱死，圆成佛道。对世间的这些家亲眷属、功名利禄，都会从般若的层次做如梦如幻、如露如电之观。然而佛法也不离世间法，诸佛菩萨在教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善巧方便，众生有什么需要，佛教也仍然不排斥。那么求子女，这是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求。尤其在我们中国社会，儒家讲的句话，不孝，这个无后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子女后代，就失去了，传宗接代、祭祀祖先、结续香火的这种可能，延续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总是把多子多福摆在一起，一个家庭也确实如果没有子女就显得家庭都不完整了，现在即便不能生育的夫妇如果没有子女也得要抱养领养一个了，来完成一个家庭的完整，家庭的气氛，所以这里面对的是王定佑居士求子，求子，这是世间的众生的需要，觉明妙心菩萨也慈悲的开示，交给王定佑，能够满足求子需求的方法，这方法你看都是很切合实际的，对现在那些想求子的人按这个做也一定会有效果，首先从这个戒律的角度来看，第一，从现在开始不要杀害生命，不杀生。第二，不要去吃那些异物，异物就是五谷杂粮之外的那些动物禽兽的这样的肉，肉类。第三，不要有过多的这种贪欲和愤怒的这种情绪，那为什么要戒这三种，在行为层面要戒这三种呢，这直接跟有不有子女相关系的。如果杀生就会伤害天地之慈，那我们要理解天地是以什么为本怀，天地以好生为德，好生保护生命为他德行，所以天抚育一切，地运载长育一切，都是这个慈悲的表现方式，如果你杀害的生命就跟天地之道相违背，也违背了天地长养万物之道，那么
你生子女啊，生子女这本身就是跟天地生万物的这种道理是一致的啊。你伤害了其他众生的生命，也必然对自己的子女能不能有直接的关系。好，这是第一要戒杀。第二呢，为什么不要吃那些其他非亲走兽的这种肉啊，食异类？为什么不能这样？就由于那些非亲走兽，它在畜生道里面，本身就是由于贪欲、淫欲心很重、很污秽，才投到那一道去的。如果你吃这些猪肉、狗肉什么的，就必定能会增长自己的淫欲之心。啊，就是说吃什么像什么。一般这个可以做个试验哦，那个素食的人跟吃肉的人，在这种淫欲心方面，那食肉的人就会强很多啊。那么食肉多了，肉类里面有种种毒素，还会导致身体的这种很大的疾病啊，这是避免食异物的原因。好，第三就是为什么不要多余成分？多余成分就会戕害、损伤自己的生命本源。啊，一般要求子的人，啊，要保身节欲，保身节欲来培养自己的先天之精气。啊，如果你身体很薄弱，啊，就像现代人，现在这个南方的那些人都已经说未来的时候都生不出小孩了，因为现在的男性是越来越紧张，身体越来越弱，那种精子的质量越来越差，所以他都很难去生育小孩，生育小孩子。所以一个要求子的人一定要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来自于他的淫欲要节欲，来培养先天的这样的一个元气。啊，如果你这个淫欲心很重，常常是啊这个泄露自己的精气神，哎，这就是损害生命啊，以及寿命都要受到折损啊，就是啊折损自己本有的元气和啊和气。而且你多欲呢，又常常犯阴阳之忌，啊，这阴阳之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男女的这种行为也属于阴阳的范围，它跟外部自然界的阴阳在一种和谐的状态当中，它容易受孕，容易得子女。如果你这个阴阳正好相悖，那就一方面很难得子女，另一方面可能还会导致很大负面的地方，啊，所以一般的求子的啊，这个印光大师曾经有一篇书文，就是《理念观世音菩萨求子书》，也谈到这个问题，啊，求子书谈出求子有三要，第一要就是保身节欲以培先天。第二要就是敦伦积德以立福基，建立福报的基础。第三要就是胎幼善教以免随流，要注意胎教啊，培养那种啊这个正人啊正人君子的气概啊，所以这三件事一定要实行啊，在以这样的基础上自诚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求观世音菩萨来赐自己啊，赐一个福德智慧啊的子女，来光宗耀祖，来利益国家啊。如果能做到前三要，又能自请礼请观世音菩萨，那你求子的愿望一定能够成就啊。
为什么呢？由于观世音菩萨就有这样的愿，众生有这种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要满众生的愿，他有这样的一个慈悲的啊，这样的恩德的加批啊。那么在这里啊，那么这个犯忌犯阴阳之忌呢，你就是要注意啊，你这个培养先天。啊，就是节欲培先天之后，等身体双方都很健康啊，选择一个吉日良夜啊，天气清明的时候啊，这个女方的生理正好干净的时候，这时候就啊容易受孕啊。如果是大自然是大风大雨。雷电啊，电闪，这个时候就切记不能同房啊。这一点在中国的《礼记》里面，《礼记》里面有一篇叫《约定》啊，就是在春天打雷的前三天啊，这个都有一个官员宣令之官，就叫求人啊。当时求人就是传达指令的官。啊，以木铎镇那个木林，巡于这个居民的道路上，就一边镇木铎啊，一边说雷将发生，有不戒其容止者，身子不备，必有凶灾。就沿路就讲这几句话，啊，就是这个春天来了，即将要冬眠，到了这个春天就要震雷的时候，震雷的时候，这时候是阴，不要犯这个阴阳了啊。有不戒容之者，不戒就是如果有不戒备自己容止，容止就是房事啊。你要如果你在这里不注意自己房事，你这时候如果受孕的话，身子不备就是啊，就是会生残疾人啊，或者会生一个怪物出来啊，必有凶灾，就是你在这个时候阴阳这个不好的时候呢，必有凶灾，就夫妇之间或者得大病，或者以至于死亡啊。所以你看古代的这些圣王。对这个老百姓，就像真的像父母观念自己的子女一样啊，这个爱念自己的老百姓，特别派宣令官来宣布这个指令啊，这个真的就是啊，并且又把这个事情放在书里面，经书里面，真是天地父母之心哦啊，所以就不能犯这个阴阳之忌啊。好，那么圆妙心菩萨就说，汝就是你应该要永远的啊戒上面的三点，不要杀害生命。如果求子人不仅不杀生，而且要放生，培植一颗仁爱的精神啊。这个那么下面呢就提出三点正面的啊，就是培养福积的方法，福德的基础。首先你在家里要一心一意的孝养老母啊，孝养父母啊，因为你的孝道能够培养你最大的福德啊。第二是推惠行慈啊，要布施给他人，要行啊仁慈之心啊，要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啊，来啊常常发要救大家苦的心啊。再就是要常常的积阴德，行阴德啊，你这样去做啊，能够坚持不懈的去积累这样的福德
那么这上天就必定会恩赐你的好的后代。那么这一点古往今来都很多了，这方面的例子就是祖先父母积德会感召很好的子女过来投身。一般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要么来还债的，要么来讨债的，要么来报恩的，要么报怨的那么父母感召什么子女，实际上福报也差不多如果父母的福德大，这个子女想投胎的人福德小，他也投不过来。如果父母的福德小，这个子女的福德大，也很难投身过来。一定是父母跟子女福德差不多他受孕投胎的可能性会大。所以你要把一个福德智慧的子女要感召过来，当然你自己也得要有福德智慧呀。就好像你开一个商店，你这个店的档次品位是什么，来的顾客就是什么这跟子女子女有什么样的子女跟父母积德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你看有一个公案叫贵子夫来看这公案你就知道这里面还是真的是具有一种很好的教育作用这是宋代这个故事在文长帝君胤祀文里面有好像这个贵子夫来，宋代黔州有个叫王汝弼是个读书人行为非常严谨。他的村庄，他住的地方，东面的村庄有个叫刘良的，西村有个叫何世贤，这两个家族。这两个家族祖父都是积了很厚的德，积得很厚，所以这两个家族当时各生了一个儿子，生下来非常聪颖这个优秀所以这两家共同就请这个王汝弼来做这两个小孩的老师原来传统社会都是私塾嘛私塾老师西宾。有一天这个王汝弼正在那个站在门口的时候看见一个情景，就是有很多人马过来，好像是官府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派头。一过来以后，就像这个何世贤家里好像画一个什么标志画完标志以后，紧接着就到了刘良的家里，也画了一个标志。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他问这个刘良家和何世贤家说：“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啊？你看到一个人，是不是来过人呢？”这两家一听都说没有啊，不知道这个事。不知道这个事，这就很蹊跷了过了不久，有瘟疫产生，流行瘟疫。这两家的子女，就是这两家的儿子，都在这个瘟疫里面得病死了。得病死了，这个事情当然这两家就非常悲痛了就在当年的秋天，这个王汝弼呢被失魂呢，失到了冥间，到了阴间见到有一个像可能是阎罗王了穿的这个像帝王一样的在南面，就对他说：“你是不是陕西黔州的王汝弼
这个王努批这时候就说错了，王努批名字是一样，但是他说我不是，我是江西黔州的王努批。这个黔，那个陕西的黔是乾坤的黔，这个他原来这个黔呢是虔诚的黔，地名也不一样啊，地名不一样。哎，这一回答，这个阎罗王就叫查查档案啊，说江西黔州的王努批怎么回事，他的命运怎么回事。这一查，哎，命还没有到啊，啊，俸禄寿命还远呢啊。哦，这时候就说错了啊，同名但不是同一个地方，说错了就要把他放回去，放回阳间。王爷这时候王努批就利用这个机会赶紧向这个阎罗王磕头，就问问他内心搞不清楚的一件事情，说是什么原因这个刘良家和何世贤家的儿子怎么就死了呢啊，这个阎罗王说，这两个儿子本来可以做啊朝廷高官，相当于宰相之类的官啊，因为他们的祖先及阴德很厚，以他祖先的阴德要使他的后代发达。但是想不到呢，这个刘良和何世贤这两个人跟他祖先的行为截然相反，行为处事非常刻薄啊，没有道德啊，所以呢由这个原因就把他的啊夺其贵子，把他的富贵的子女给他夺回来，并且马上要把他的家族的财产全部要掠夺一空，是这么一个报应。哦，这个听到之后，这个王努批就回阳了。回阳的这时候一苏醒过来，已经死亡两天了啊！还幸好家里看到他胸口还是热的，没有把他啊装到坟墓里面去啊，这样他就复活了。复活之后，他就赶紧把刘良和何世贤找过来，就详细诚恳地把他在阴间的这个事情告诉了一番。告诉一番，这个刘良和何世贤呢，就一下听了就非常的啊这个痛苦哦，也非常的这个啊这个泪流满面，就惭愧忏悔哦，觉得自己真的是啊辜负了祖先的阴德啊，于是他一忏悔呢，就改变了原来那种自私的刻薄的这样的心情，就广积阴德啊，尽量做利益他人的事情啊，给啊老百姓做了很多善事啊，这一改变啊，很快后来呢，又这两家又各生了一个子女。各生的子女也是很优秀，再就又请王努批做私塾老师来教训啊。后来这两个啊小孩子长大之后，都同年考上了进士，都做了高官啊。这就是叫贵子夫来啊。所以你看，这个想求一个好的儿子，从哪里求啊？所以你看，觉明妙心菩萨虽能短短的这段开示，就把我们啊这个能得到子女，而且是福德智慧的子女的方法，在这里做了一个很透辟的开始。但是现在人确实正好跟这些行为相反了，跟这行为相反，一方面很难得子女，另一方面即便命中有的子女，由于他这种这个行为不端，心行的这种焦离阴险，
他也感召那些不好的子女过来啊，那些不好的子女过来对于一个父母来说也是非常痛苦了啊，一天到晚在家里父子和子女之间见面就像冤家对头似的啊，因为他感召不到一个啊温良的啊有福德的有智慧的子女啊，你一过来之后他是个败家子，他就处处跟父母作对，你说你虽能是给子女费了多大的心，但是他不认账啊，他还常常的怨恨父母啊。啊，这个现在的子女怨恨父母的心人实在是比例不少啊。啊，我去年就碰到一个，哎呀，一个北京的一个女居士带着她的女儿过来，还特意从北京过来。哎呀，一看她的女儿啊，还刚刚在念高中，啊，这个充满着对她母亲的怨恨，啊，还在我这里哭哭啼啼，她的母亲怎么不爱她啊？她的母亲怎么苛薄她？她的母亲怎么不带她去玩啊？怎么回事？他的母亲就在旁边掉眼泪，实际上他的母亲很关爱他的女儿，这个女儿就是真的有点懵懵懂懂啊，一点都不能体察母亲的心理，所以他的母亲就希望他来学佛，哎，他也看点佛书啊，他也在学佛，他说我也在学佛，他说我一学佛我很快就懂得很多，而我这个老妈学了很多年都一下子不如我啊，就是动不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口气跟他母亲讲话啊，你这东西说这个生一个这样的女儿啊，这个母亲都为他操透了心，他一天到晚就是怨言啊，怨气埋怨，这不是挺难受的吗？啊，那一般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子女的那份心啊，都是无私的奉献，都恨不得把命都交出来给子女的心，但是他不理解啊。啊，现在很多啊。中年人他可以放下一切，就是子女放不下，甚至很多贪官贪很多钱，说到底他还是为子女来贪啊，这不是冤枉吗啊，难怪那个章子里面写啊，有一次尧去到地方去啊，去视察啊，去巡视，当时有个宜丰人呢，就向他主持，希望啊，首先是希望这个尧能够啊，这个长寿啊，尧说辞啊，不要啊，就推辞。其次就希望尧能够啊，能够富裕啊。这个尧也推辞。第三就诸尧多子女，尧也推辞。啊，尧就说这个多子啊，就多惧多恐惧，长寿就多怒多被人侮辱，啊，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你看世间这些富贵长寿多子，实际上从终极意义上来看，都是不值得去追求的，啊，都是我们轮回三界的根本，啊，但一般的人啊，他没有这种智慧看穿，他当然对子女就非常的执着，啊，既然对子女非常执着，啊。佛教也顺应众生的需要啊，恒顺众生，满他的愿。但你要求一个有福德智慧的子女，哎，怎么去求？哎，你就要在
培植慈心不杀的心，慈心不杀，放生啊，不要吃动物的肉啊，不要多淫欲，不要嗔恨啊，嗔恨啊，不要违背自然天地之道和阴阳之忌讳啊，同时要培植自己的福德之基啊，从孝养父母开始，从关爱众生开始啊，广心积德啊，能够再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向菩萨去祈请啊。观世音菩萨之所以有在民间有这么大的知名度，大家这么感恩他，其中有一点就是他能够给众生的福德，其中包括送子。为什么自古以来观音的画像送子观音那么受欢迎啊？你向观世音菩萨去求，还真的他就可以给你送子啊。那不仅送子，你看观世音菩萨这个感应录里面，他多很多是，比如一个家庭，一个年老的，他只生了一个女儿，但生那个女儿呢，由于她一生很形象，很有道德，但年老体衰，可能在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都给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啊？为了使她有后代，就让她的女儿变成了一个男人。啊，先给他托梦，啊，这个，然后就是他的女儿就感觉到这个菩萨给了他个丸子啊，红色的丸子，他就吞下去了，吞下的身上生理上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哎，再醒过来一看，女人变成男人了，啊，观世音菩萨就有这么样的一个这种。威神之力以及大的慈悲来满众生的一切愿求，即在这个求子女方面尤其让众生得到满足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怎么去求子啊！多看一下印光大师的那个啊，这个理念观世音菩萨求子书啊，以及按照觉明妙心菩萨这种开始去做，那你一定能够有求必应。好，南无阿弥陀佛。西方缺子，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第43页啊，请看第55段，劝母念佛乃大孝。劝勉母亲念佛乃是孝中第一等的孝行，孝大孝当中的大孝啊。那么觉明妙心菩萨对卢定西居士做了一个开示偈啊，这八句是非常啊重要的啊开示啊，这个亲近老臣。莫暇恶少少，君子上达，汝朝当孝。劝母修行，是为大孝。必诚必敬，尊菩萨教。那么这八句看看，第一句亲近老臣啊，就是亲近善知识。这个老臣就是指阅历丰富啊，对世间人情啊非常练达，道心很坚固的这样的啊这个老臣之人。那么修行一定要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有什么好处？就好像风啊，你迎着风吹过来，那个风是从旃檀林啊这个吹拂过来，就是香风。
如果风吹过是一片垃圾地带或者茅坑厕所，它风就是臭风。就好像衣服放在有香味的地方，这个衣服也沾了香味；放在污秽的地方，衣服也很这个脏秽。所以人跟什么人接触近朱者赤近黑，近墨者黑所以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一定要鉴别善恶的情况那么亲近老臣，我们从西方和论袁宏道写的西方和论里面，他提到要亲近这个善友。善友区别有十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十种，我们来亲近能得利益。第一种是山林闲湿之友，当亲近就是住在山林里面闲旷的善友应当亲近。为什么呢？由于它能够止息我们躁妄的心第二是廉耻戒律的善友应当亲近它能够淡泊我们五欲六尘的欲望。第三种智慧广大的善友应当亲近，由于他的智慧之言能够把我们迷惑的这种误区从迷军里面拔出来第四种是总持文字的善友当亲近就是对佛经世间的典籍和处世间典籍都能够通达的善友要从亲近。为什么呢？由于它能解决我们种种修学上的疑难问题第五种是寂寞枯槁的善友应当亲近寂寞他安住在禅定的世事放万事万缘放下的状态当中他能够使我们所谓世间的进取心能够这个平淡下来第六种是谦卑忍辱的善友应当亲近他能够消除我们的共高我慢第七种执心忠告之友应当亲近就是有正直心，看待你有故事能够直面相告的朋友他能够阻止我们种种的过失朋友有择善之责第八种是勇猛精进的善友应当亲近他能够令我们快速圆成道果。第九种亲财好施的善友应当亲近就对财物看得很轻，喜欢布施的善友应当亲近，他能破除我们这个悭贪的心第十仁慈服务不惜生命之善友应当亲近就是有仁慈之心，爱护一切动物为了救一个动物众生的生命，不惜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的这个善友应当亲近他能够摧毁我们的我执身见所以一个善友他就能够帮助我们降伏这么多烦恼增进我们这么多道业所以修行人当求善知识但是善知识也难遇善知识难遇，如果没有这样的善知识，那就干脆自己独处，自己承办自己的道业，以佛像作为导师，以经论作为道理像其他的那些酒肉朋友玩耍的朋友这种
争强好胜的朋友啊，这些无事生非的朋友，这些贪爱热闹的这种繁华热闹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都应该要杜绝啊。就好像进入一个花园啊，你没有善知识，就好像这个花园里面没有高贵的花，但是没有高贵花，你也不要去种植臭草啊。你如果亲近那些恶少，恶少正好跟老臣的德性正好相反啊。侠就是你这些啊，小人之交浓，小人之交就是很浓厚的情谊啊。等你有事的时候，他非常亲热；等你失事的时候，他理都不理你啊。然后之间有很多的利益上的交换啊，相互的吹捧啊，结党营私啊，这些都绝对要杜绝啊。如果你亲近这样的恶少，这就是种植臭草啊，对这个无赏心悦目，没有一点好处，突然的增加了很多的污秽情况啊。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人格怎么样，实际上也看他交什么朋友啊。他常常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也相互受影响啊。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原则，要亲近老臣之善之事啊，莫要轻易接近那些恶少啊。君子上达，这是孔子的句话，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上达是什么呢？上就是根本的意思啊，助人的根本就在道德，就在仁义。所以君子举心动念、行为造作，都是依于仁，居于德，至于道。哎，这就是上达，超越了世间那种名利的追求。那小人正好相反，他是下达，下就是末，不是根本，是枝末。枝末是什么？就是财、金钱、利益。小人一天到晚就想到怎么赚钱，赚大钱啊，见利就忘义，所以就搞成了很多的啊这个圈套、机心啊，人间的悲剧啊，社会的灾难啊，都是这些小人下达啊，不择手段所导致的。所以一个学佛的人一定要学君子上达啊，劝罗定西居士以及与会大众应当效仿君子的行为啊。除此之外，还要劝勉母亲修行啊，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最大啊，不仅在世间要关心她的啊，赡养她的身体的需要，更要注重她精神上、心性上的解脱。最大的利益就是了生脱死，往生极乐世界，圆成佛果。要劝母亲修行净土法门，这就是大孝当中之大孝啊。那这个无论是自己修行还是劝他人修行，他的过程必须要沉静，必沉必静啊。这个我们无论是儒家的这个君子提出沉沉主敬啊，沉以待人，敬以处事，还是我们佛家的历代的祖师大德都特别强调沉静二字啊。这个沉就是心性上这个不二的心体啊，这个静就是这个沉的表现形态。净土法门尤其重视沉静二字，
有沉浸才能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感应道交，就能感通佛地，当生获得现世的利益，临终蒙弥陀愿力加批，代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对沉浸大家注意看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文钞他处处谈这一点啊。印祖曾经有一段开始啊，说这个诚和恭敬这两句话举世之人都知道，但是诚为什么要诚和恭敬的这种道理举世之人都不明白啊。所以印祖说自己由于罪业深重啊，出家以后就希望消除罪业以报福恩，所以就常常寻求古圣先贤啊，古德的修行他们是怎么修持的，作为自己的榜样。这样的出入经典高僧传啊，这个了解之后才得出个结论啊。结论是什么？就是诚与恭敬是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秘诀。说修道你什么最高的秘诀？最秘诀就是诚和恭敬，没有其他的秘诀。所以他是印祖说我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修道的经历就发现了这个秘诀，所以就常常跟有缘的修行人谈这个事情啊。所以常常有段名言，有一份恭敬则得啊佛法利益，当向恭敬中求啊，有一份恭敬则消一份罪孽，增一份福慧，有十分恭敬则消十分罪孽，增十分福慧啊。如果没有恭敬，虽能修善业啊，这个能得一点远因，但是其懈慢之处有不堪设想者也啊。不断的谈沉浸问题，你比如对三宝的恭敬啊，你看到佛像就像真佛在面前，看到佛经就好像佛在亲自跟自己讲经说法啊，这个不敢有一念的懈怠啊，不像你看个佛经看佛经那像看世间的武侠言情小说似的，那是就是懈慢之罪啊。把佛经放在很脏乱的地方啊，把佛像也显现不了恭敬啊。今天也有居士提问，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是下气，就是所谓放屁，这控制不住怎么办？这实际上它也跟恭敬，如果你高度的恭敬心上来，你能敢在佛堂里面放屁吗？啊，他还是这恭敬心上不能。我所以教他，你这个东西他跑到外面也来不及，你可以摒除忌向上提一提。古人本来放屁就变放肆的人才会这样，没有恭敬心啊，所以处处表现恭敬。实际上这种沉浸他能开发智慧。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佛性，他多生多劫的业力可能根基钝一点，根基利一点，实际上他在修道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转变过来。一个钝根的人，如果他有沉浸心修学佛法，他的进步也将会很快。如果一个利根的人善根利根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沉浸，他也慢慢的没有作为。所以一个修道人能不能有成就，还是要在沉浸当中去判别哦。大家看有个公案就是谭虚老法师写的《隐尘回忆录》。《隐尘回忆录》他里面谈了一个例子，是地贤老法师的徒弟，实际上可能跟他谭虚法师也是在地老那里这个学过三年的，学天台的。地老这个一个叫慈律法师的，谈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慈律法师他的外号叫塞纳法师，塞纳族的法师。
原来是住在金山，在那住禅堂当香灯师。一般丛林到了六月初六不要晒金吗？晒金当时有一个小沙弥小侍者就跟他这个，因为他可能人比较笨拢啊，比较愚痴的人，这个小沙弥就跟他开玩笑啊，就戏弄他，说大家都晒金了，说你的蜡烛也快长没了，你的蜡烛还不拿出来晒一晒啊。这个慈律师说，哎，这个蜡烛还能晒吗？那个小僧，蜡烛怎么不能晒呀？晒了就不会长霉呀。他一听，好好好啊，他就把那个蜡烛，把一团子蜡烛端到外面，放在墙脚下，一根根摆好晒啊。这一晒，经过中午一晒，都把油都晒没了啊。油晒没了，就不信了这个蜡烛的那个芯子吗？啊。那这仙子他到晚上收这些，他也以为哦这是正常现象啊，就用刀子一块块起出来又放到盘子里面啊，怎么他以为晒蜡应该是这个样子啊，也还挺高兴，哎，今天我把蜡晒了，好到好像很做了件好事。第二天上殿，维罗斯就叫他都要点蜡烛，好，他就把那个坛子里面的蜡烛晒成那个像饼一样的，他就都拿出来，把那个灯这个芯子放在，就那，哎，维诺斯，哎，我们不是有一坛子这个好蜡烛吗？你怎么拿这个？哎，他说这就是好蜡烛啊，我昨天晒了啊，那这不，哎呀，这个维诺斯。一知道就是，哎呀，这个人太愚痴了，被愚弄的都不知道。如果打相板吧，也没有意思啊，也太不值。所以这个维罗斯呢，第二天就当着大众的面说，慈律师，像你这样大智慧的人，坐在这个坛堂里面当香灯师参禅，这个太屈才了，说你现在那个这个温州头陀寺地贤老法师正在办班培养法师，你应该到那去学法做大法师哦，以后利益人天，弘幻三界哦，到时候等你成功了，我来跟你当维罗哦，哎，就跟当着大家都一听，下面一听就知道这个维罗是要起他的单啊。所以大众一看，既能维罗斯当面都要起他单，大家也复活啊！是啊，慈律师，你这么聪明的人，这么大智慧的人啊，也要当大法师好啊！大家都糊弄他，糊弄的这个慈律师现在笑眯眯的哦，大家都说我很有智慧，那好啊，那我就去学教啊！笑眯眯的，大家赶紧把他的衣单把他绑好，就当下就要他走了。他也不知道，傻呵呵的就背上那个架子，那个好，就到了这个头陀寺。头陀寺课堂一看他那个粗笨的样子就问你你从哪来啊他说我从金山来。你到哪去啊？哎，我就到这里啊。你到这里干什么啊？他说我们那边是我很有大智慧啊，那我到这学教，混幻三界啊。红饭三界，他是混饭吃的饭生，混饭三界，是，哎呀，这个智克师都一看到他样子就知道这是一个活宝了，一个宝贝来了怎么办呢？本来按这个禅堂就把他赶走，但正好地贤老法师曾经跟课堂打个招呼。说你们要对人家的挂单人客气一点，尤其要到这里来学教的要客气一点啊，不能对人家太严厉，让人家吓跑了啊。这个是正好啊，这个宝贝来了就交个地牢吧，就到这个方丈聊说啊，有个学教的啊，来地牢说啊，请他过来。哎，
这地脑它这个磁力隧道，地脑里面啊，先顶礼，然后地脑问他怎么回事，从哪来？他又我复复述了一遍我们那边都说我有大智慧到这来学教奉犯三戒奉犯三戒，地老一看到这样子，就知道他被人愚弄了被人愚弄了，地老看看还是把他留下来吧，留下来就跟他说，你在这里不要急，先修苦行啊。修苦行呢，早晚多拜佛求智慧经典就有空呢，慢慢学你就这样。好，但是可贵的是，这个慈律师非常听话，他真的就修苦行打扫厕所除粪哦，挑水哟，行堂哦，洗碗哦，反正一天到晚都是没有停的为常住住持。然后得空呢，早晚还真的就拜佛求智慧，然后请人教他先学五堂功课，学完五堂功课之后，都背下之后，又请人帮他学《楞严经》《法华经》，他开始根本就不懂，不懂的话，他就是背《法华文义》这个《楞严大义》，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全都背下来了。因为他这个被人愚弄，他这个人就是他有一点，他很正直哦，他很真诚哦，这样呢，他的记忆力好哦，他没有心机哦，记忆力好，就把这些主要的经典都在用了10多年的功夫全都背下来了，背下来之后，在这个不断的这样的修苦恨、消业障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的，真的他智慧开发了，以后他就是对经典的义理掌握得很好了好像富人得了语言三昧似的，能够辩才无碍的这真的到了10多年之后，他就能代坐就是副讲，做地老的副讲地老如果身体不好，他可以讲大坐批主一讲大坐，以后地老还带他在外面弘法，也带他这个都讲大座，那就是成了，还真的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师，最后那个原来嘲笑他的那些维罗斯，听说他真的是讲大座了，能够都很惭愧哦，真的就跑过这跑过来的看他，你看原来这个维罗斯10多年前说过你以后成了大法师，我跟你做维罗，以后真的兑现了。这个慈地法师在讲经的时候，这个原来的维罗还真的给他做维罗，然后原来这个嘲笑他的那些大众都在下面听他讲经，那你看看这个慈地法师这么一个愚笨的人，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法师，来是什么？还是沉静呢？开发智慧所以一个修道人绝对不能用机心的，机心就障碍了自己的智慧这叫愚不可及最后慈地法师临往生的时候是预知时至的，还有种种内向的这个谭旭老法师写到这个都特别感慨，这个慈地法师在这样的一个愚笨的根基情况下能得这样的成就，说明佛法不可思议，只要真诚的学佛法，有修行的力量都能成功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沉静上下够足够的功夫，要遵循菩萨的教诲那么下面又重复的开示，罗定西说：“你回去以后要向你的母亲善巧方便，非常真诚恳切的劝你的母亲至心念佛求生极乐。没有比这桩事情更重大的。世间上的一切，你吃好穿好，寿命长一点等等，都是梦幻泡影。”唯有自心念佛求生极乐，才是最真实、最得大力的一种大事。
这是你体现大孝的一个行为。啊，即便你的母亲暂时不能吃素，啊，也不要去勉强她，因为吃不吃素并不是障碍，并不是往生的前提，往生是看她有没有信愿。啊，就是自心念佛里面就包括信愿。啊，那他几十年都吃肉过来，你夫人让他素食不一定他能做得到，但可以循序渐进啊，先让他初一十五吃点花斋啊，或者六斋日十斋日，要循序渐进。他有的劝人啊啊，都你吃肉，吃肉就不行，吃肉就不能念佛，因为口不干净，这些都你要一定要循序渐进。他吃肉只要肯念佛就好，你不能把这个吃素作为他念佛的先决前提，你不吃素就不能念佛，你不千万不要这样说啊！但是至少让你的母亲先不要杀生，吃现成的啊，山净肉，不要在家里杀生，一般人都能做得到啊。如果他你这样去劝勉他，他只要肯啊，这个至诚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走向这个念佛的途中，你就等于把你的母亲交到阿弥陀佛去料理了。他只要去肯念佛，念念念念到一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善根发露，他自己就不想吃肉了。啊，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你勉强让他不要吃，他做不到。但你念佛，你心里越来越清净，他就会感觉到这个肉是原来感觉到肉很鲜美。你念佛念到有点功夫，觉得这个肉一点都不好吃，很腥很臭啊。再加上如果他知道这个肉是众生跟自己同体，是多生多劫的父母，是未来的佛，他了解这个道理，他自然而然就不吃了。你强迫他吃，他也不会吃了。这都是在过程当中去完善的，你开始不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个知见和境界啊，所以他不能吃素，你就先让他念佛啊，慢慢子他就能做到吃素啊。所以这是世间第一等的孝行啊。这个我们救度众生，首先要救度自己最亲的亲人，父母，家亲眷属啊，这是体现孝行的一点。你看观经讲中品下生，就是纯孝之人，他平时没有怎么念佛，临命终时只要一念这个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顺利的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个孝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宋代的宗泽禅师，他作为方丈和尚啊，也是劝母亲念佛，为了让母亲念佛，把他接到寺院里面去住，天天啊劝母亲念佛，在寺院念了七八年之后，也啊安详往生，啊宗泽禅师，宗泽禅师等他母亲往生之后，成立一个莲池圣会，莲圣会就是一个啊结社的组织，大动员大家来念佛，那念佛主要是一天念一万声佛号，画十字架。啊，十字格的，他这个法会一发起来之后，马上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梦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啊貌美的男子，啊，穿着是啊这个白色的衣服和黑色的帽子，啊，这个非常气质非常俊秀的一个男子，啊，是在梦中说，听说啊这个。啊，禅师建立这个莲池盛会，我要报名参加啊。那个宗泽禅师，好啊，你报名参加，你看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讲我叫普惠啊。他写好之后，那个男子说，家兄普贤也要参加啊，就把普贤也写上。结果等我醒过来一看，正跟其他的长老一说，长哎呀。这可不是华严啊，这个入啊，这个入法界品里面两位大菩萨，一个普贤，一个普惠，
所以建立这个念佛的莲池圣会，都能得到华严的大菩萨优赞，也是中哲禅师善行的感召，所以在这里觉明妙心菩萨开示，你们以罗定西为当机众的这些愚慧的人，应该勤勉的修行就是前面的亲近善知识注意仁义道德，劝母修行，这个全过程必须要至诚恳切，就能得到现世和出世间究竟的利益。好，南无阿弥陀佛。